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天天向上携手主流媒体打造的开庭演讲，集结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聚首，聚焦了2021年的整体发展关键词，正能量满满的，让所有的打工人上头条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天马从来都会有进化，特别是对待天天兄弟们，每个人的定位跟未来的规划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开庭演讲，王一博带着自己的笔记本开庭演讲了一段，着实是让人心酸不少。笔记本记录下了2016年是他步入到这个大家庭的开始，非常的开心，这无疑是王一博真正生活的开始。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个人技能的拓展，他都从青葱少年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走到大众的面前。一晃眼五年过去了，王一博的日记是天天小兄弟第二期开始了，五年了。对啊，人生恍如隔世，少年时期五年足以让一个人从稚嫩到成熟，天马如此的用心，如同五年计划一样，让我们看到了正能量熏陶之下的成长。作为这份工作而言，是多少人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在王一博的成长过程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五年说长也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但是却足够让我们从王一博的身上看到了成长的蜕变。从一个刚出道的懵懂少年到如今炙手可热的大明星，在王一博的身上呢，年轻人的态度跟责任、活力跟精神都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邓亚萍在节目中宣传的力度可想而知，对于体育事业的发展身体力行的尽职尽责，喊话王一博等文娱圈的人参与到体育的竞技当中来，天妈更是宠儿的第一线，为孩子的喜好牵条搭线，只想对王一博说，出圈吧少年。天妈如此的用心用意这么的明确了，在我们体育圈走一波，让实力得到更好的发挥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翘首以盼呗，求求这个规划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实宠无疑咯。这个规划想必都知道用意了，王一博更是清醒的自知，一句能力还不够，但是我有奥运梦，我不怕吃苦回应的言简意赅，凸显得特别的真诚。天妈给你太多的期许，我们对你的期待更是有目共睹，网上一片欢呼雀跃，都表达出了对你的无限憧憬。毕竟一路走来，王一博的体育爱好在天天向上当中被无限的放大，同时作为冬奥会推广大使、滑板推广大使，这些头衔足够看出来他的影响力了。如今街舞呢也被列入到了奥运项目了，这个从小就通过街舞出圈的少年怎么会缺少了你的身影呢？虽然说是一种客套话，更多的是通过个人的影响力去传递这份正能量。天妈的助阵更多的是让大众看到文化的力量是无形的，毕竟如今的王一博是无法复制的，他的优点太过于明显，他的特质是浑然天成，他的底蕴经历不同于其他人。一场演讲一段人生，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他短暂人生的最开始，这篇华丽的序言足够诠释了他不凡的经历。酸了鼻头的是王一博的那句五年了，心里确信的是都被镜头记录了下来，何其有幸啊，一个拥有璀璨星光的青春真的让人羡慕。吃瓜不停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，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